苏贞昌来主持，跟陈时中主持，我宁可选择陈时中。如果你们认为苏贞昌来主持，跟陈时中主持，我宁可选择陈时中。那所以，中央其他部会，或是国安单位，要给现在的指挥官十足的资源，那而不是换指挥官。政权换换将，这个是大忌嘛。而且他做得很好的时候，为什么要换这个指挥官呢？